上到汾河了，这是中国冷气，这里有一个标志，标志啊，啊，负六十度吗？负五十八度是它最冷的时候记录，但它这个标志只有负六十度，就是说再冷一点，这个东西就没用了。这里有个免费停车场，然后我们再决定一下我们去什么地方。这是汾河吧？感觉很新啊。可能这是那个比较外围的地方吧。我们刚进入汾河，这旁边是一个冷气广场，这边有一个标志，这边呢也有停车场。冷气杯叫。我们准备去在大众点评上搜到的一个铁锅炖吃午饭。那这也是个停车场。但是怎么下去？图片上面画了两个停车场，这也是个停车场。这两头，这是太靠马路了啊！中国寻路之乡，这里，这里全是饭店，它每个路灯上都写了中国人机，就这里面那个饭店叫什么名字？叫木头火锅炖。那这里都可以停。铁锅炖炖一切。炖一切。对，这个铁锅炖好大一锅呀。游客服务中心，那杆子没有横下来了。因为环境挺好的，可以散散步啊，骑骑车啊，你看。也没看到我们可以停房车的地方呀，好像啊。往前走，刚才说在那边。奥鲁古雅酒店。奥鲁古雅酒店，很漂亮一个酒店。这里有篝火，还有焰火。